是你。有点改变了。这韩国人，这凤梨肉包鸡翅，这包炒虾，这是椒盐小排骨，这鸡蛋就是包括香肠肉串。都可以自挑了。这也是三块两块吧？对对，三块两块，这都可以挑哈，只要你行哈。香肠啊。OK。嗨，谢谢。好。好。好，三块一百块啊。三次一百块。三块一百啊，可以先挑啊，来。还有虾子、鸡翅啊，还有德国香肠做卷饭的鸡软骨，还有茭白笋。德国香肠做卷饭。还是三块一百吗？对对对，随便你挑啊。Thank you.